就好像萨老师吧，他人长得又帅，然后又特别的主持功力深厚，所以他是花样美少男里面主持人里的实力派，是实力派主持人里面的花样美少年。那萨老师，您是觉得你不帅呢，还是没有实力呢？我觉得我帅，但是我不花样。哎，抹个口红，描个眼线就开始花样了啦，你可以尝试一下。毕福剑也画眼线，你以为？他那是没有你先天的优势嘛。